这人从左边打，右边打不了的。嗯，在跑，在跑，看到没？道具大山了。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打一个，这又是一个。前方有危险。打两个，打两个，中一个。左边打他吗？我操，差一枪这个。补不了吧？差一枪补不了。先到我这边来来来。只有，前方的还有吗？多在大山，两个多在大山，这个大山，前方有危险。然后左边大山一个，先过来我这，不然他要补我了。哎，我没。大山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第二个仓有一个，大山右手，第二个仓右手，给他卡着呢，没出去。他右手卡着是吧？对，右手。哎，我操！帮忙！哎呦，被他右边枪打了，没事没事，刚拉过来了。过来了，哎，完了，我们又被补了。这边。哎呦，我操！我的。灭了呀！这刚拉出来的，我操！这太暴走了。好，走，右边一个。最后一个在仓里的。 他挺长的，他也长。我这不最后一枪没对过他，最后一个。完了，没两队友，哎，去把队打了。你看一下，我已经打了人机。 小心仓偷你啊！第二个仓，哎，我本来没死的，你知道吧？他跟我的一样，从前是大仓。我操！我人机被补了，看。我被他右边的仓偷了。还有一个吗？对。嗯，最后一个。我被他的第二仓打了，我操！等一下，我有点懵，为什么他衣服不一样了呀？ 我穿了一个衣服了，真的。刚刚他是黑衣服的。是吧？他是黑衣服的。OK，OK，你。哎呦我操！这两个人有点难打。我刚刚妈被第二个仓，帮他补枪了，惨了。我看他刚拉，应该能秒他的。应该跳过来就不跟他对枪炮就没事了。 挺烦，没两队友。你是相信我吗，兄弟们？我带你狗问去。世界第一高塔，世界第一高塔，就在那边，就在那边。老魏应该笑死我。 带六百，我们几个去吧。你出钱的。去旅游。你去好几头吗？我这有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机票估计得好几万。一个人的机票7000-8000左右。机票就7000-8000。对。去一趟7000-8000。但也可以，好像也有那便宜的，我不清楚，反正。 好像还没有直到的，直到那个飞机不多，好像坐飞机就得坐个12个小时左右，还得中转，很远吗？有点远吧，有5000多公里。 1000多公里坐12个小时不是吧？我记得我到重庆才1000多，要坐2个小时。那起飞啥的要很快的，就是起飞的时候要费时间，然后还有停留的时候，就是。
换车啊，对。一看就，这干嘛呢？这小车开的翻了，要笑死我呀你！别说了好不好，我们两个都是土鳖。哎呀，我请你跑过去取东西，你要不要点？你这印度好玩吗？我给啊，感觉不太像他队友呢。右边倒一个，谁干的？最后一个，左边，在右边，有烟吗？我跟拉他了，这个是仆仗。差点又狙击了，看他，你这个雷救的可以，我操了，救了你一命，我操！你怎么两个麦都开呀，右边？啊，在头上。我操，这给我秒了，一个，你看就一个，你先把他抓了，先下来吧，先下来，去，我就先爬过去点，我不敢下，就他妈给我秒了，我操！没，哎，他丢个火就不敢下来了。哎，他打暗号干嘛？要把烟叶老板要宰了，有些人怎么样？废品的应该是。不要放，给他对一下。给他语音。幼稚。哎，他没打。没打，别捂他，别捂他，别捂一下。你爬过来吧，让弟救你。哎，你能不能让我们把你杀了呀？不然我们这样组队就封号的。我靠！哥！牛皮，我操！对不起，幼稚，应该给他补，对不起，幼稚，给他补了就好。